浪漫的球场求婚啊，这很多电影都会出现这样情节，但是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画面上带您看到这个男子呢，突然是向女友下跪求婚，而这女子看起来有点感动，而双手是紧压住胸口，之后只看到她跟男友窃窃私语。就在全场屏息以待的时候，这名女子居然摇头嘞，拒绝男友的求婚，快步离开，全场一片哗然。而最后是由这个球队的吉祥物安慰男子，而且护送他下场。